台湾行脚发掘在地人文，乐事美声唱遍乡土情怀。台北最古老的繁华地新庄，在地志工身体力行守住家园的美。很快乐。拥有台湾保存最完整老街的古镇三峡，艺术家给予它新的风貌。媲美国际都会区的板桥，遗留的百年韵味令人流连难忘。新北市的发展与变迁，尽在乐事美声路。